我们上楼睡。你不被亏死了？这小子，我迟早扔了他。对了，我买了两张去伏羲岛的票，我们偷偷去。公司不管了。有月婷跟云帆在啊，我现在只想管你。 你过来告诉妈妈为什么呀？猪奶奶说了，宝宝肚子里有小宝宝，不能碰北北。哎，哎呀，你过来干嘛？小心我把你扔掉！你敢？猪奶奶说了，如果你把我给扔了，她就把你给扔了。没有，妈妈只是困了，我送她上去，等会儿就回来了。 嗯，你看，我也困了，我跟你们一起睡。哎，嗯。